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正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29页，229页第三行，第三行。咱对这读起，有彼国土，色声香味触，意义万民固定。故建功建秋，闻声秀香，莫不敬业贤君。若有众生，敬我功名，教出其心，莫不安乐，善心作善。啊，这地我是啊，阿弥陀佛的祖亲啊。众生看到佛的功名啊，拢会啊得到安乐，自心向善，普扬无量微妙音声，得闻如是种种声意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得平等，成就善根。流布万种文雅德香，既有闻者顶楼果实自然不起呀！啊，顶楼是烦恼啊，果的是染污，湿是湿气啊，这物件拢是啊障碍自性的。啊，伫极乐世界咧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啊，即个烦恼障碍拢总拢无咯，啊，未记载。啊，讲自然不起呀，风潮机心啊，这是啊，出修啊，安和调色，犹如比丘得灭金钉，又啊，若有众生多菩提树，闻声啊，菩提树拢嘛是啊，无量珍宝所成。风吹树叶，都亲像啊，风铃同款啊，亲像交响个同款啊，所以个闻声又香。树的香气啊，将其果味促之供养，念书功德皆得六根清澈，不住恼烦，如不退转，即生啊佛道。啊，这个呢，经文内面有详细的说明啊，极乐世界。一切万物，一一物拢具无量功德啊！所以，在迄个环境修行一生当中，决定成佛，也未退转，未下一代啊！只有不向破分圆滑，其向破分是方世界众生闻者皆受佛行，可见一点一摩莫不圆明具德啊！这是总结第十门诸盘圆明具德门。叫做世界
诸行呢，确实是一切诸佛菩萨赞叹不尽呐、啊。那何况是咱经里面所介绍的、所讲到，迄真正都是万万分之一啦、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自然都明白了。后面的这段呢，华严言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，这句啊问得真好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法拢遐尼啊这个圆满呢，无障碍啊？啊，咱这个世界障碍太多了，四界拢嘛是障碍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咱只要有障碍，迄地无障碍，道理是同款的，对唯心所现过。极乐世界人是用什么心呢？咱知影，往生啊，迄个时阵也是咧用妄心，但是啊，这个妄心念佛啦。那到底啊，极乐世界了后，动真心咯，转变的过程呢，都伫莲花内面。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往生的时阵看到莲花，啊，佛提这朵莲花来接引，咱家己在这莲花内面，花也都合起来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个花啊开了，啊，咱呐、啊、现身，啊，身体现身出来了。这个心不是在这个这地这个啊六心咯，阿赖耶的这个啊相分见分啊，咱这个心是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变现出来。啊，这个物件有念有有烦恼，高大习气。啊，在莲花里面呢、啊，确实啦、啊。三星不思议的变化啊，变化的时间真紧。咱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内面已经变化完满了，完全脱胎换骨咯。啊，这个心叫做发性心。那居住的所在呢，就是发性土啊。那、啊、就是讲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土三辈九品，就算是凡性动机土，嘛是发性心，嘛是发性土啊。那、啊、大乘教里面所讲的。转八邪生四谛呀，那一个到极乐世界，拢总转过来了。这个转过来，不是咱家己的能力啊，咱家己袂当转，完全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啊，这个力量啊加持啊，啊，互咱产生极大的变化。啊、所以呢，今后啊，极乐世界人用真心啊，真心就是上宗里面讲的四谛菩提啊。
啊，八些五指心锁无看到咯。啊，所以迄个所在是净土，一化孤寂无量功德。啊，咱即地咧六道啊，佮包括十法界，伫内面的众生啊，用的是妄心，哎，有真心袂通用啊。啊，妄心。当家做主啊！那妄心是甚么呢？妄心啊，是有我，因为这个身体是我的心，我起心动念是我的心，那起心动念就是甚么呢？无家家己袂记哩啊！拢嘛是啊，自私自利，拢是这个心。然后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那心呢，是贪嗔痴慢疑。这龙马是万那色，第七色啊，第七色执着无我，实际上是无我，伊执着这我啊。投胎时阵执着这个心是我了，是我的身体啊。会当思维想象的是我的心吗？唔，怎讲迄个物件思维想象啊，都、就是呀第六色甲第七色，呀第六色的想象，第六色的想象，第七色的执着，啊第七色是烦恼的根啊。跟随着某集东西就起来了，就是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疑啊，我爱是贪，我慢啊是嗔啊，我痴啊是无痴啊，所以呢，四大烦恼相相随啊。这是无那些啊，四大烦恼的根都是我执啊。这麻烦大了啊，贪嗔痴爱登啊，这物件叫三毒啊。啊，经中虽然讲是带业。那么知道说这个道理到极乐世界转比较紧啦，啊，对佛的加持，如果不知道两个时间会很长，那咱啊提升就较慢咯，缓慢。啊，贪嗔痴要对到位转呢？哎呀，对伊个核心个部分来登啊，咱知影这个啊，佛甲咱讲贪欢乐的这个核心嘛、啊，都、就是啊，这个精进，这个物件啊，上严重，真欢乐的核心啊，都五万啦。啊，所以古曼是啊，古生欢乐，你不是恶来啊，生生世世，祖祖连连三生呢，就第七是满啦。啊，亲分的心，核心是古曼，
啊，有这个核心呢，是怀疑啊。啊，所以经常上讲恶毒啊，这个讲咱的心，就是咧讲贪嗔痴慢疑啊。这个根本烦恼啊！啊，别发明门讲的根本烦恼有六个，头前五个呢啊，都是贪嗔痴慢疑，后面是恶见，做我一见解啊，那是啊，疏忽啊。个疏忽啊，作为一个啊，第六个烦恼，根本烦恼，对根本烦恼衍生啊出随烦恼啊，随烦恼有二十个，那、啊、这是啊，佛法里面讲的啊，心理学啊。比世间的心理学讲较详细啊，啊，这些咱袂当讲唔知影的，唔通无创会清楚的啊。啊，咱用什么方法？那种烦恼呢，也是唯心所现。啊，咱用真心，真心是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啊，都是真心吗？啊，心内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梦想啊。十念拢改呀，清除去啊，清除个清清气气，都、就是一尊啊阿弥陀佛。嘴内对念阿弥陀佛啦、啊，心内都想着阿弥陀佛，心礼拜啊阿弥陀佛，心故意三业拢总嘛归依阿弥陀佛。啊，问题。那都会解决咯。啊，咱念念之中啊，拢嘛是着啊，阿弥陀佛，本愿为神加持。那什么灾难拢会化解？啊，咱对这带有信心，啊，一点啊都唔通去怀疑啊。啊，这个怀疑，这个功德，那就无了去了。啊，所以破坏咱的功德呢，确实最大的都是怀疑啊。啊，古人有一个比如的讲，疑心是暗鬼啊。这些比如讲的啊，啊，说明讲怀疑对咱家己伤害是偌严重的啊。那、啊、今仔日学会的人，几个人未怀疑呢？啊，为什么怀疑？对细汉的养成怀疑这习气啊？我徛伫美国嘅时阵，唔是看到外国人，看到咱中国人。啊，这小朋友读幼稚园读书，只有五六岁啊，老爸老母拢介意啊，啊，唔管什么人，拢唔通相信。就加以怀疑啊！
啊，惊人家骗啦，啊，对什么人都唔通相信。这个话啊，在中国古社会内底是听下无的啊。阮对细汉，爸母都无安尼教阮啦，教阮对大人拢得爱相信，啊，大人的话都爱听咯，都爱也相信啦。啊，大人比咱啊见识较宽啦，经验较侪啦，啊，大人拢嘛会保护这囡仔，拢会听这小朋友。哪会去欺骗小朋友呢？哪有这道理啊？啊，现在这囡仔，爸母拢甲伊竞争，唔通去输人啊！一定要徛伫人的头前。这款教育都唔好咯。啊，竞争这款心。深深伫这囡仔的脑海的内底，会影响伊一世人啊！啊，竞争啊，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提升就是怕贱啦，那不是好代志呀！啊，对细汉都无加以爱心。啊，这是错误的啊，引导啊！对细汉的责棍，一生改袂过来。将来伫这社会上，无论当伊从事倒一个行业，伊拢会竞争。那伊唔知影我明仔来对。是无的啊，正嘛是啊，正未丢，正会丢的啊，拢嘛是命内底有的啊，都何苦去争呢？啊，真正知影这因果，知影这命运的人，伊未争啊。了凡四训啊，是一部好书。认真去甲读几十遍，啊，你就明白啊。啊，两三遍、五六遍拢未用哩，无你去啊。啊，我伫年轻的时阵。24、25岁，朱敬钓老技师送这本书给我，我迄个时阵也无学佛啦，也唔知佛是啥物，以为佛是迷信，不愿意去了解。那、啊、这本书好啊，讲因果、讲命运啊。啊，老技师送一本书，我那就是伫个两个月当中都看30遍啦。因为你无做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知影竞争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啊是错误的啊手段。啊，应该的，应先积德啊！这个啊，改造命运啊！啊，了凡先生，赵国熙，都得这算命先生，非常高明。那改伊啊，算流年，一生的流年，
伊的寿命啦，只有53岁。伊迄年55岁，对于15岁，伊的拜到53岁。那算命先生甲伊讲，啊，53岁迄年，伊在做官，伫四川一个小官内面啊做低官。伊讲你爱请假，等去处理。啊，首长敬亲嘛。啊，伊拢该记着。啊，20年啦，就是15岁，到35岁，20年，每年呀、啊，说白呀、啊，一点都无错。那读书人参加考试，考第几名？准确啊！啊，迄个时阵考秀才，国家都予伊一份啦、啊。红绿，啊，现在咧讲诶，就是迄个时阵是上米呀、啊，大概也是有8到10担米。那、啊、你这一年生活都无问题了，食未完会使提去卖啊。呀、啊，每年有偌济嘛，给你算了，算甲真清楚，无丝毫差误。所以啊，伊完全相信，什么妄念拢无了。啊，拄着分国禅师。分国禅师甲伊讲啊，命运是会当改啊！哎呀，从来都无想到命运哪会当改呢？命运啊，是你前生做的因啊，注定伫个今生。如果你今生会当啊，这个断恶啊，修仙。这功德一点呢，啊，就会超过了啊！也是明白这道理啊，认真伫咧做。这个心一个烦呢，第二年参加考试，那都甲原来算的啊，都唔对咯。算命先生算伊讲考第三名，伊考第一名。啊，几个月的时间都变咯。啊，这就是啊，这地所讲的唯心所现，已经变咯。那、啊、国家会红绿嘛增加咯，命内底啊无孤零，无尽书。啊，这古早人讲的啊，功名。现在人讲的学位，啊，最高的学位就是进士，第二学位是啊，孤林，伊就第三个啊，秀才啊，啊，伊就啊发心求，啊，努力啊，啊，断恶修仙，改邪归正，逐天忏悔，逐天啊用功课记记载。每一天啊，该过也该记落来。每一天做好事记落来，逐天记。啊，逐个月来做一比较，对年通天有进步。啊，伊去参加考试，两个都嘛考掉。那孤零考掉了，进士嘛考掉。啊，做官咧无亲像算命先生甲伊讲呀，我诶职位真小。啊，伊嘛是做官长，但是是一真大诶官，不第一官，不第一官是归皇帝管诶。啊，毋是归省管，归皇帝管，
这是地位就悬咯。那寿命五十三岁，伊无求延寿，伊活到七十四岁走，佮活了二十一年啊。啊，命内底无后生，伊求后生。啊，真正是得到一个真好的这个后生啊！啊，后生又给伊生了啊六个孙，伊这个家啊以后啊都就非常兴旺啊，一直到现在家庭也是真兴旺，伊的后人甲我有联系，唔捌见面，甲有通过电话。啊，真难得啊！啊，所以理由啊，就是讲为心所现啊，咱的心爱好啊，啊，心唔通邪，唔通歪，唔通有偏心，唔通有邪念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之作，大家性德相应啊！啊，佛教咱制定的戒律是性德，老祖宗给咱啊留落来嘛是啊性德。啊，伫中国千万年，世世代代啊拢嘛遵守五伦啊五常，四维八德。无罪啊！啊，就是这几项呢。只要你认真做，啊，对啊，一帆风顺啦、啊。你啊，有求必应啊！佛法里面嘛是真简单。啊，最高指导原则啊，都是正业三福。啊，无论是有多些法门，无论是啊多些宗派，啊，拢嘛爱遵守这个原则。啊，违背这原则都唔是佛教，假佛教，唔是真佛教。啊，因为佛家己讲得真清楚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啊。三世啊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啊，菩萨啊修行成佛一定要遵守这三条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条。啊，第二条呢？修持三规，故作众戒不犯威仪。那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坚信因果，托向大行宽进行者。啊，这是啊，总原则。违背这个都不是佛弟子啊，这也不是真的。那具体呢，佛给咱定的这个规矩，啊，三规，五戒，十善，啊，出家。三米六二，有比丘戒，有菩萨戒。那比丘戒，后一代书甲咱讲，中国对南宋以后，都无真正的比丘咯。那所以老大人
修 BQ 改了后，对三等大改修改了后，伊个 BQ 改都提起咯。啊，一生伊啊，修的都是菩萨戒啊三昧啊，所以伫真侪著作顶面，伊嘛是安尼得的菩萨戒三昧。那、啊、因为菩萨戒甲三昧戒无比丘修，家己发愿，伫佛菩萨形象的面前修，拢会当得戒。啊，只有比丘戒是袂用的，至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给你修戒，你才会当得戒。然后的大师啊，甲人讲，南宋以后一个都无了。啊，所以咱就知影咯 ，BQ 界都无咯。啊，现在三等大界也阁是爱修啊，修这个形式叫名利 BQ 啊。但心内一定爱知影，那、啊、叫做名利 BQ， 还是真呢？如果两只公家己也是真正的 BQ。这叫做正常慢，大蒙古啊！啊，你唔知啊？不要紧，还是误会最轻啦。那是讲知呀，自称是 BQ， 那都是大蒙古啊！啊，大蒙古的罪真重。啊、所以老月大师自称菩萨戒沙弥，伊个地主行持法师啊，老月大师的著作是以精密改印出来流通的。那行持啊，那行持伊都唔敢称沙弥咯，啊，伊安怎称？出家又破色，谦虚啊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啊，近代呢，弘一大师，这是佛教真正。出名的啊，一位啊，法师啊，伊在家是在主，啊是艺术家，啊出家了后研究概论。啊、大概伫最近这一百年，无人会当超过伊个概率的著作真多。伊阿妈是自称出家又破色，啊，这拢嘛是啊，真正明白的人，了解事实真相的人。啊、所以咱的身份呢，清法师会用的，技术会当清法师，啊，清和尚嘛会用的，技术会当清和尚。我系老师，你变老技术，那嘛是清和尚。啊，上页这个书位的顶面对的是雪罗大和尚。诶，会当清啊！诶，和尚是梵语音译的啊。梵这中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清教师啊，也亲自教导你，是你的授业的老师啊。学生该称作和尚啦。啊，如果是学校的这个老师。
伊无上我的课啊，啊，阮都无关系啊，啊，咱甲称作老师，啊，称伊是先生，啊，称伊是教授，伊若伫接啊上过我的课啊，这是称教师啊。啊，无上过我的课啊，只有一个人称请教师，校长。校长虽然无上过我的课，但是你整个教学的职位是经过伊的啊，伊啊决定的，聘请老师啊代替来上课。啊，所以教育成功失败，责任拢是校长，唔是教员。教员是负责执行的。啊，专班职位啊，就是校长的代志啊。啊，所以校长会使穿和尚。啊，这个寺庙内底只有啊，方丈主持穿和尚，别个人未使穿和尚。啊，所以道场只有一个和尚。现在一个看到出家人拢叫和尚，这个称呼嘛，拢甲弄乱了。和尚的出家人是最尊贵的称呼啊！哪有讲大家人拢做和尚呢？啊，所以现在一般拢称法师，这会用你啊！啊，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呢，称阿舍利。虽然伊无教我，伊的德行会当教我，伊的戒律啦、有意义会当做我的榜样。啊，这叫阿舍利，阿舍利翻作中国意思叫鬼幻师。啊，鬼是鬼道，幻是魔幻，就是讲啊，以这个言行会当啊做我的榜样。我应该向伊学习，这叫做舍利啊！啊，不一定是教我的，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啊。所以这个啊称呼呢，也唔能错唔对。啊，别人称呼人，那讲是有错误呢，不适当。都要改讲清楚啊！特别就是现在称大师的，大师不用称的啊，大师是分的，称呼这当称大师啊，无称呼袂当称大师啊！啊，你该看这经典环境的这三宗法师啊。说明什么？也通达三宗啊，经律论三宗伊拢通啊。三宗法师未使个称大师，啊，无称大师诶。啊，佛的经典上只有称佛、称如来这大师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净土宗。做书拢称大师，这意思什么？甲佛拢同款？为什么？大师教人，教这学生，决定是这一生成佛呢？那些人什么？菩萨了？那不是一生成佛就袂用的啊？啊，净土宗这老师咧，教你啊念佛啦、往生啊，你真正往生了，迄都是大师咯。所以这个真特别，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，这真特别。确确实实，伊啊这个方法是教你一生成佛。啊，其实原因不是别项呀，啊，禅、密、教。你有把握教伊一生幸福无？
那不把握是袂用力啊，唔通请大师。啊，古早时阵啊，对这个称呼真讲究呢，唔通胡乱称呼。那称呼做的失礼啊，现在拢嘛无。现在囡仔咧叫老爸母，拢嘛叫名，连啊姓带名做一个叫。甲外国人学啊，那家己的文化拢无啦，完全是伫学别人呀。这个错啦，啊，咱家己有好的物件。那未输外国人啊，应当爱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唯心所现即故非常重要。啊，一切法拢总是唯心所现。啊，咱的心好，境界就好，身体就好啊。啊，虽然工业拢无好，比业好啊，啊好教啊，相当的程度，那转家己的工业，嘛也转咱邻近人的工业，就是讲鼓励咱附近的啊。用换一句话讲，这个地区无灾难，啊，拢嘛看这个功夫的千亲，功夫千亲就是讲用心的千亲，菩提心如修养叫做亲心，咱的心真啊，真诚啊。真诚有够深广无？那是够深够宽，迄力量都非常的大。啊，深深明目，啊，咱这部经的这个啊经题内底，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这就是真心啊。这就是啊，自修养的菩提心。啊，诸法即本源，佛有别种，为诸如来啊众心缘起即差别法，故必有。可何用之力？这个啊，何用是感应？那一个人心派了，咱想要感动伊啊，帮谁回头？会用你袂？真诚到极处咯，对方就受感动啊！啊，对方也未改过来咧，说明什么？我家己修行也无够，我真诚也无够，无感动伊啊！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“行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”。唔通去怪伊啊！无回头，即怪恁家己做了无够。啊，今下日啊，社会摆在咱面前，人心歹去咯。
啊，咱做会到未？啊，客观的条件都唔稳准啦。咱若无管，咱若无严，啊，当一种人有严有管呢？啊，我早年有讲过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是媒体的主持人。这两种人会救世界，嘛会去毁灭世界啊！啊，关系呀、啊、太多下咯。我去访问斯里兰卡，这个国家的总统，我无看到啊，也无听人讲过啊。我去啊，才看到啊，也是一个爱民如子的人。但起心动念，拢嘛是为了人民。啊，我甲伊讲到对伊太问题，这问题严重啊！每间有太偌济人啊，唔是太别人，太家己的儿女啊，偌残忍的啊！伊甲我讲，伊这个国家，无论哪有心，国力也生落来，你袂当饲国家来饲啊！我听到这个话，感觉真着惊。我从来毋捌想到国家受用。国家当作孤儿来个收养，干那落这点，这不得了啊！这个国家信奉佛教啊，国民。75%也是78%呢，那就78%是佛教徒，不是嘴内伫咧讲讲的这个佛教啊，伊真正做教。啊，阮去的农村啊去参观，看到啊人民淳朴善良啊。在学校的学生，无论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在校的学生礼拜日啊，一定爱去啊寺庙接受啊佛陀教育。那阮听讲也无这个预定，诶，全国拢嘛安尼，礼拜日啊。有兴趣来咯，附近去看这寺庙啊，去啊，附近参观，一个走入去寺庙啊，真正两三千个学生，坐伫啊，这个殿堂呢，坐伫涂骹，摆架正正坐坐啊，伫遐咧听老师咧讲课啊，啊，我看得真感动啊。我参观的是一个小学，小学生真正认真在上课，无安尼讲话讲来讲去，无看到囡仔在咧讲什么话，无啊。
聚精会神的听老师的讲，真难得啦。那总统伊甲我讲，因这个啊国家学生对读小学学费拢嘛是国家付。那讲因免交学费，学生啊穿个制服、食饭，拢从国家来管。所以呢，这个国家的开销啊，教育是最大的开销，伊饲遮侪人啊，啊，这个、人拢可以饲好咯。连其他的宗教拢嘛受感动啊，因为这个国家有基督教、有天主教、有印度教、有伊斯兰教，哦，相处啊，平等对待啊。我非常的赞叹啊，啊，阮去访问的高工有袂少物件，啊，偌侪年来我拢在想，做袂到啊，啊，无想到我伊拢做到了，做出来互人看。啊，这个国家无大，面积大概只有江苏省这大一块啦，安徽省一个省这大，人口2200万人，人口不多，啊！因诶，即地咧，佛陀诶古迹真多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也捌三拜来到这所在，讲经说法啦。即个遗迹现在拢啊保存甲真好啊！啊，我去参观，因话有石窟，石窟内面雕刻诶即个佛像。2200多年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啊，阮去参观所看到这佛像，拢嘛是释迦牟尼佛菩萨，说明因啊过去都是大乘，现在也是小乘，但是啊对大乘都未排斥。啊，阮去的时阵啊，因啊真正热烈欢迎。啊，修行是大乘的基础。啊，所以中国现在佛教真正危险嘛。佛教啊，传到中国来，确实是有修行的啊。啊，修行有两个宗，生死宗、古下宗，这两个宗派到宋朝啊都无了。啊，东朝早年也阁有，东朝中叶，中国的祖师大德因无用修行了，用啊儒家道来代替修行。来啊，奠定基础啊！那直接都有大乘啊，做法呢是啊，真好，会当安尼来个做。因为这一千啊三四百年来，
大成八宗派，祖师大德啊，辈出，成绩啊非常可观，证明啊这个方法啊是可行的。但是啊，到今天的学佛，麻烦你多为修行唔学咯，读嘛唔学咯，读嘛唔学，你接嘛入大乘经典。所以啊，第一代，跟另一代来比的差真远咯。另一代我顶面的那代，伊那拢嘛是接受过儒家的传统教育，所以有军队啊。我大成就无问题，阮这代就无这个基础咯。他这个高祖小夸有一点啊基础咧，至少会大我五岁啊。这个人基础会比我较好。我是在中跟李老师求学，同学有一个叫做周嘉玲技师，大我七岁。那换一句讲，伊思想啊，读了八九年啊，背过未少的经典，儒家经典，四书五经拢读过啊，这基础我都甲伊未比你啊。我迄时阵有思想啊，思想我读较无一年，改咯，改做短期学校。古早时的课本拢未记哩咯，偏咧新课本啦、啊。新课本是白话本，无路用啊。小鸟叫，小狗跳。你读这物件要创什么？有什么路用呢？所以我的书小大概只读半年尔，有这个印象。搬去城内面去住的时阵就无咯，那些砖卡嘛盖咯。正好改做第一届学校，两年毕业，我读小学六年呀。我这个课本那就改过三摆，变啦。我读小学时阵。小有公民的这科，难免佫讲一点仔礼貌。到小四年级，公民都无咯，改做社会咯。听听伫咧改呀，所以啊，小学六年，阮读的这课本都改了三摆。我离开学校真早咯，现在学校是什么款唔知影咯。我知影讲，过去私塾啊，伊啊是有规矩的。中国自古以来有这个一套物件，单方模也不甲伊啊。编就做会叫做五种违规。第一部分呢，同盟用情，就是中国的小学，也就是就古代
真侪即书院、教导同盟的遐课程方法。所以有看到一挂，啊，今仔日要恢复这个啊传统的这个教育呢，这物件非常的值得参考啊。啊，民国初年。就学遐个呀，教材咧，还阁会找会到，拢会当甲找来做参考。中国个教学是以经书为主啊，啊，经书必须伫即个小学时阵该活念。你咋滚啦？经啊是性学、性权学问的这根本。啊，第二个重视历史，历史重视经验。啊，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兴衰。尊蒙的教训啊，有真多这宝贵经验，祖师是个人的思想见解啊，现在所讲的铁汉，伊有伊独到的之所在。但是啊，伊都唔是全面的，非常值得做参考。这是智慧的连接啊！那一步呢，就是文学、诗书啊啊，这些作品啊。上好啊，文艺、文学艺术，这些物件，乾隆皇帝时阵，佮也编做一套丛书，就是《四库全书》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。最完整的一部书，而且部书分量真大啦，绝对啊，不是讲一个人一生会当看会完的，也唔免讲，就是看一遍，那一天八小时看一遍，一百年都看未完，就是这么大的分量啊。啊，这个连接是用文言文写的，啊，文言文是袂当会读的啊，会读了后，这物件都变作古古董啦，都爱考古学去研究啊，一般人袂当读咯，哎，都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我的想法咧，文言文啊，都要对细汉来学。对细汉来学一点也未困难啦、啊。文言文的基础拢嘛伫咧背注，啊，背注有真大的这个好用，外国人伊唔知影，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是一无所知啊。
为什么背书？因为文言文的关系，外国人无文言文，所以啊，伊也都无需要。中国人有文言文啦，有甲文是分开咯，唔是啊，一滴啊，有随时会变啊，随处啊拢嘛会变，随处是方言。啊，随时现在的少年人有真侪讲话，我听无啊。那真正也变啦，文言是永远未变。所以几千年圣人啊所讲的物件，你也了解，就亲像当面的写批和你同款，你未去回错意思，完全会理解。那这是了不起、最伟大的发明啊！未当讲无去珍惜，咁拿咱来学，我劝全世界人爱学啊！中国啊，这套宝藏你未无？真正是修心齐家治国。冰天下的不电啊，大文大智慧啊，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理念，高明的理念，你若学向文言文不中啊，就是啊祖先留来给你啊，你完全拢用会到啊！啊，军书第一要呢，是伫即内底提出的一点啊，精华啦，最精华物件，甲提炼出来，变做一本书，五十万字啊，这五十万字咧。这个物件是唐太宗创的啊，大同盛世都是靠这部书啊。啊，这部书咱有睇到，伫中国失传了一千年，原本是啊日本人收藏呢。啊！咱睇到了大量个反应，都未够再失传咯。希望全世界人拢来读，咱建立共识，相信啊，有信心，这个世界都会好啊，也会好安定和谐啊。啊，这就是这地啊，他所讲的中华本源，不是别行的，是如来宗、如来宗心缘起的差别法。咱个这个差别，有个愈近，就会愈圆满。想法啦、啊，看法愈近愈好，要靠教育啊。所以，必有靠好用之力，无一个袂当讲好用的啊。啊，好无运用啊。啊！甲救法界众生，拢买当何用啊？啊！甲六道众生，买当何用啊？啊！理想绝对讲会通，思想啊，当然是做会到的。啊！思想做未到，就是个人执着个人的成见啦，唔肯让步。
那就对立吧。那要安怎来化解这对立？来智慧啊，学问。那智慧学问深咯，自然就好用咯。啊，你明白咯？为什么要执着呢？执着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你家己也无好处，对你国家也无好处。啊，这个错误的观念落来，做人会受害啊！你是不是要负因果责任呢？如果明白这道理，啊，自然就会好用咯。拢嘛有圆满解决的这方法啦，个理论啦，啊，咱啊要求这个。啊，这个华严嘛，那欧给这个这篇门，这篇门都是好用啊。你那是会向的咯，用在你的家庭啊，好用。你有这个团体，有这个公司行好，一些公司行好来对，一切员工好用。多在这个所在地方推行这种的这个教学啊。这个地区的人民何用？这个城市何用？国家何用？世界啊，啊何用？哪个唔好呢？好事啊！啊，组合差多拢啊何用？凭什么？凭教下为先呐、啊？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大刚要讲经？大刚要教学，一讲都无放松，无非就是求好用啊！每天来到极乐世界来的人，往生的人，唔知讲有偌济。啊，除往生以外，也够有到极乐世界去旅游参观呢。啊，遐个人唔是住伫极乐世界，去地去看卖，嘛是非常的多。啊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嘛是会受到教育啊。啊，唔是长时间的受教育，上一堂课，上一两堂课，机会教育。啊，有缘来到极乐世界来参观，就是受到这个机会教育。华严金刚诸经啊，文这是很修的国书诶，是对无极天讲的啊。啊，讲华严，有这天听无啊？法师啊，就记着这大殿的头前的金狮啊，做比如。有这天听有了，这摆的讲演记录落来，都是一部书啊。也问也现。有意也都各无主性啊，无主体啊，无条之间万殊万物啊，任何的一法拢嘛无主体，拢总是由心回转。这是讲真相啊！
那真正伊这话从心上生啊，看你安怎想法啦、啊，外面境界对着你的念头的转变啦、啊，你念头先，环境无一项未先，念头不先，拢总拢嘛歹去了。算数算理啊，有形有力，明回心回转，现行文啊，拢嘛爱看你的心要安怎转。回心现行文，就是即个咧讲的啊，主盘万民古德门啊。那换一个名称来讲。这个啊，十贤门啊，最后一门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十门真正是该啊，从通从明白咯。你讲该任何物件，拢会讲啊，真圆满啊，真是智慧啊，通啊，一切法一模一定。安永固着，真是智慧自性啊流露出来啊，啊，这种的来对最后一段，第七段，尾后的一段是一。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啊，说明本经甲华严真正是同一波啊！啊，只是一个细说，一个略说。啊，这段是啊，说明无量寿经内底确确实实有华严是偏的意思在这内底，又不是假。啊，本经即讲瑞德品，为法藏比丘住真实慧，永命精进，以向专制庄严妙土。那、啊、即句话内底有真深的意思，法藏比丘。阿弥陀佛的呀，艰辛，主真是非，注重在真实，真实就是非呀、啊。真实的反面是依幻，依幻呐、啊，都是假呀、啊。依幻的啊，生烦恼；真实的生智慧。那为什么佛教人用真心？道理啊，都是真明白咯。你啊，用真心就会生智慧；你用妄心就会生烦恼啊，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唔呐，讲自尽是非，一个永命精进啊！啊，永命精进啊，唔是为了家己啊，是为遍法界、虚空界遐呀，未遐个啊众生啊，遐受苦的众生，为了伊啊，唔是为家己啊。所以啊，用命精进啊！那精进做什么呢？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修行的道场，都、就是极乐世界啊！那极乐世界是为了六道众生建立的啊！这个头前祖师大德讲啊，足清楚的。
啊，一向专制，一心一意，最心一处啊！啊，专制，制就是伊个志愿愿望。忠言妙妥啊，这个忠言，种种忠言，唔是家己想来啊。那是去后门考察啦，去学习啊，释放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都无留去。啊，你是终结大愿啦，呀，大愿都是伊啊修行。这个苦差的心得啊，啊，苦差所知呀，所得到呀，哎呀，总结做四十八愿，啊，四十八愿都是极乐世界建筑的总纲领。但这个四十八愿在极乐世界愿愿兑现，无一愿是虚假。故地极乐已经清净庄严，阿弥陀佛，咱才知影讲极乐世界呀清净庄严，该真实非虚呀所流现。啊，真实非是自性清净心内本具的啊，不坐智慧啊。如王仙论所谓三种庄严立一法故，天亲菩萨、往生极乐世界，依家以修行的布局。王星轮都是也不够那供出来提供给我们来做参考，给我们来作为这个修学啊净土中的好朋友，标准的弥陀弟子。那一共的三种的庄严啊，咱头前有记咯。一部十七种庄严，在净部内面阿弥陀佛的八种庄严，西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四种的庄严，总共二十九种啊。这就是啊，天亲菩萨往生赞叹极乐世界三种的庄严，就三大类立一法故，一法故者清净故，这个总结啦，总结到啊清净故，什么是清净故？真是智慧无为发心，这啦结果真好啊！啊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都会看到。迄个世界，什么拢嘛是真的，无一丝好恶啊，虚情假意啊。啊，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少呢？这来无全部拢明白咯，唔是真心。虽然想要往生，伊拢带着虚情假意掺杂伫这个内面，个伊的真心拢破坏了。所以啊，伊家叫做世界无感应啊，努力伫这地。
要哪讲你是真心一心求往生啊？这个世界内底丝毫拢未去沾染，啊，你就通咯，你障碍啊都无咯。这都是啊，善导大师啊所讲的，慢修慢人去，一日都未老去。修行的方法啦，讲得真清楚。八字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菩提心就是真心。这二十多年来，咱的讲啊菩提心，用本经的经题。来表法，菩提心的本体真性。啊，观经顶面啊，世尊讲的啊，菩提心的自修用清心，清心大家较听无，我就用经题顶面啊，清净、平等、觉。正觉，这就是清心。呀，咱啊心内有一点啊怀疑，都无清净啊。那有这个妄念，都无清净。何况杂念。何况有自私、有名闻利用的念头夹在内底，啊，佮有五万七度夹在内底，迄就完咯。这就爱知影，唔通讲有丝毫的夹杂啊！顺意救生，叫做世界。啊，其他我甚物拢无爱咯。啊，所以我咧讲，菩提西一个飘进的念佛林，啊，心内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如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什么拢无，你什么拢未响咧？但顺啊到极点，三年成就，家里往生。啊！但是老法师给咱拿做见证，以前目啊所看到的，心里所听到的，无量世界伊是同学，拢嘛是啊，地涵老法师的学生啊。啊！咱想看卖，人伊会成就，咱哪会袂当成就？原因伫倒位啊？还是用通咯？甲莫名解决来问题啊，都解决咯。啊，当只梦想啊，就是啊，只往生的障碍。那为什么梦想呢？世间代志，记住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你想要创什么？所以啊，随缘啊，好啊，真好啊，唔好嘛好啊。无代志，跟我不相干。啊，好唔好是恁的代志啊，我。我随缘，一切随缘。啊，心内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也拢无，我就成功咯。
呀，咱呐，风声呢，啊，都确定了。啊，广地苗头庄严，这是清净发心，无离无边。阿弥陀的心上清净发心，阿弥陀的世界嘛是清净发心，啊，不可思议啊！经中受乐不极品，里面有这句经文。但开达明帖，自然中自然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功效忏悔，转变罪性，不但行七步，行南行万物。下面呢，五念路简单的解释。细说的修罗啊，无极品来对细讲，经文一旦开明，其所开明者，当然啊之自心也，不是别人，是咱家己的心，心开咯。啊，咱现在心无开闭塞啊！啊，咱求佛、求菩萨、求贤弟些，甲咱开示啊！开示什么意思？咱心怕亏，是呢？怕亏，咱也个唔知，请你指示。啊，指出来，甲咱讲叫做开示。啊，先知识的开始，咱家己都爱当悟力啊。那是未当悟呢，啊，一开咱未当悟，未开咯。啊，一知识咯，咱未当入去啊，也得未到，那就是定无灵咯。啊！一个人开，那你心真正怕亏，为什么？饿了，就开饿。啊，饿了，你就会缺乏境界啊！你什么境界呢？头先讲的啊，是偏门。你都伊啊，看到一一发里面啊，拢总看到是偏啊。啊，机密无穷啊！你看到宇宙万法的啊真相啊，一切法一体，一切法相融，一切法互惠啊！啊，无即法是啊，动力呗。啊，虽然伊无动力，但是咧每一法啦互相交融，就咱一个身体，身体外面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无同啊，啊，个人观、个人境界啊，内面啊有五脏六腑。但是伊是一体啊，个别啊拢无讲，才做这个办法啦。伊真正是一体啊！啊，科学家一个甲咱分析，拢嘛是细胞组成的，啊，细胞是原子组成的，原子是粒子组成的，粒子是夸克组成的。
啊，跨去到最后呢，啊是啊，弥中主造成的，啊，无第二项的物件，拢是呀、啊。啊，这个造型就是缘啦、啊，缘非常亲密啦、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宇宙是大缘起，啊，一就是啊一念，一念不觉啊，啊，这个缘啦、啊，一念不觉是无因的啊。无原因，嘛无时间，嘛无空间，妙无下。那一念不觉，这个大缘起的现前，现修国师的这个啊，梦境还原观，顶面有讲啊，真清楚，体是真呢。自性清净圆明体，都是真如，都是自性啊！那都是本经讲的啊，三个啊，真实、真实智者、真实智慧、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这是自性内底三个真实，本自具足，伊毋是外来。啊，真实的智慧是无量智慧。那真实之智是啊无量的德能啊，真实的利益呢，就是无量的上好啊。啊，自性本自具足，叫做世界是啊，自性流出来啊。啊，咱用真心自然就会甲伊相应。利益就太大太大了，你啊无办法想象。你想要占眼前一点仔小利益、小便宜啊，错了。你也是去你这六道轮回啊！啊，凡夫真正就唔知影讲生活的可贵啊！啊，若知影生活的可贵，大家拢嘛想要生活啦。世界哪要好伊啊？伊都无爱啦，太水了。太阳黑乎你也是太水，阮好黑，我都嫌伊啊，伤水咯。要直接创什么？啊，幸福啊，这就是全体啊，唔免讲幸福啦。目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边啊，啊，你已经啊，都得到全体咯。啊！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都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东西啊！啊，参访一切诸佛的刹土啊，供佛修好，听经修慧啊。福慧双修啊！人若知影这代志，你心自然就转咯，自然就意咯，无可能有任何梦想。啊，那什么伊都无学过，什么拢唔捌。把人问你问题，你就会解答。你安怎会解答？因为啊，你有一个真实的智慧啊。
啊，真实地位是不济啊，不济无低啊，无用时阵无低，分量都找无，用的时阵无所不低，伊都现钱啦。啊，印作文钞，估计的咧。有一个人，安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一天念十万声，念了几年，忽然开悟了，唔捌读记，唔捌有记的经书，达项拢通。啊，都亲像慧能大师所讲呀，无尽藏比丘尼，无涅槃经，伊也每工拢同上，真正嘛是一门深入长期分修。啊，伊读经，灵大师。那个时阵也是在家新婚啊，得到衣钵都难，啊，未出家，在家新婚，24岁少年家啊，耳边啊听比丘尼读经，但你读完了后，伊啊都甲伊拄只听到的这段。讲给听，比丘尼听到惊一下啊！你哪会讲这好啊？碰到经主来个请教，伊讲我唔捌字，你免提经主来唬我，唔捌字是按怎讲个这好呢？一个个捌字唔捌字是无关系。无尽藏比丘尼该学习，嘛开悟咯。那简单来讲，安怎才会当开悟？用真心就开悟，用妄心嘛，永远都未开悟。啊，你是安怎唔用真心呢？那真心是甚么款呢？行啊，你真行是菩提心的体啊。什么叫行？张国藩先生读书的笔记顶面啊，有个行啊，啊落了一个定义。伊的主房叫做求缺斋，别人啊求圆满，伊啊求欠缺。那为什么满教顺欠受益啊？伊了解这道理，人未当圆满，圆满问题就来咯，有一点么欠缺。个行下这定义，一念不行是为行啊，这定义用啊真好。啊，张国藩嘛是学佛，学结佛，经典里面确实就是安尼讲的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就是行啊。起心动念，行就无咯。那行就爱进行到极处啊。我常咧讲的。心内面只有一句啊，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拢无，这就叫做啊自性啊。用自性心
在自身心里面流出来清净平等觉自受用，你啊多快乐，欢喜充满啊。啊，清净无染污，平等啊无高下。所有的对立拢嘛化解了，拢无了，这是真平等，格离不迷，格就是智慧，智慧现前呐、啊。啊、所以呢，当然自心，即部有万物，或者国土，由自一心离现妙土，由心回转依行世界，是故世事无碍，万民固定。那、啊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个世间怎来呢？咱弄清楚咯，咱袂怀疑啊。咱家己往生这个世界，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甲阿弥陀佛相应。阿弥陀真诚到极处，圆满的啊。咱也无达到圆满，有几分？啊，这几分的相应啊，都非常非常的可贵咯。啊，都看你讲古迹有偌济分咯。但用一百分代表万万，佛也是一百分。观世音菩萨是九十分，方便土的菩萨是八十分，哎呀，这个东基土往生的嘛都要有七十分啊，无六七十分就未用呢，无及格呀。啊，这个道理咱都要想得通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发菩提心下面啊，这是一向专念。菩提心无法是未用的啊！啊，临命终时，释迦牟尼生的时阵，伊嘛发菩提心咯，真心真愿。真啊，念佛啦啊，所以伊具足菩提心啦、啊。啊，咱听到这啊，个大师的这个开始，总算是总明白了。那哪个无发菩提心，啊，未当往生啊！啊，这是咱啊，一定得爱明了呀，能说佛啦。唔通大意啊！啊，大师啊，讲得真好，心是往生，完全啊在性愿啊，只有无啊，譬如的关键呢，在念佛功夫的虔心，啊，一向专念是提高品位啊。啊，菩提心啊，是往生的啊正因，用这个来看呢，咱就明白咯。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什么原因啊？你就知影咯。但是有发心啊，发的心无及格啊，问题是这地啊。
今仔日啦，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块。